为了持续能够维持这样一份荣誉，喜欢保全这样的公司，顾客导向团队全力以赴才能持续改善的能力，以更积极的态度将公司经营理念及核心价值传递给所有人，时刻谨记国家品质奖的宗旨，并以此深化企业品质，持续改善，迈向人才。